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火护心行的义工，我叫阿昌啦。咁今日嚟到呢个 case 咧，咁佢就四岁嘅小朋友啦，又系患咗先天性嘅心脏病。佢因为佢太细个啦，我问一问妈妈，佢究竟系得咗边一种嘅先天性心脏病？妈妈，他得了什么病？什么类型的心脏病？先天性心脏病，这个时间隔切损。心间隔膜破损，咁就会有这个病会对他有什么影响？就是经常感冒，而且去一感冒都是发高烧，而且去肺炎、咳。是在什么时候发现他得了这个病的？一岁半左右。一岁半左右就发现了振宇咧就有呢个先天性嘅心脏病嘅。咁你们家里面一年有多少钱收入？两万左右。那钱都用来做了什么？钱都用在娃娃治病，还得想起他读书啊，我们的生活上。咁啊，杨振宇小朋友屋企一家人咧，一年嘅平均收入有20,000+啦，咁就全部都系用咗喺阿振宇用嚟睇病啊，同埋俾佢翻学读书咁样。咁其实喺屋企环境嚟讲咧，都算系好惨咯，因为屋企系咁多收入，咁就用晒嚟俾阿振宇醫病啦，咁佢其實望落去，你同佢望落去同一般小朋友冇分別嘅，但係佢一有感冒或者一咳嘅時候咧，塊面就會青色啊、瘀曬咁樣，好似透唔到氣咁樣。咁呢個個案咧就令到屋企人好擔心啦。頭先同媽咪傾嘅時候，媽咪都喊啦。咁我喺度呼籲大家啦，可以捐多啲錢啊，做下義工啊，去幫助好似振宇呢啲咁樣嘅小朋友，因為佢哋都好想好似正常嘅小朋友一樣跑跑跳跳啊，做啲小朋友活動啊，開開心心㗎。